下面讲第四个阵型，肝火上炎阵。肝火上炎也叫肝火之盛，或者简称肝火、肝热症、肝火症，这都可以。就是上炎呐、直盛呐、那都是一个副词，就是病理的形容。本质上就是一个热，实热。再就是病位在肝。它的含义是讲的火热之盛内扰于肝，或者是起火伤脾的一种实热症候，就是肝归属于肝的实热症候。表现有火热症、热红、缩肝烂，共同的表现。现在病人说他是肝火，肝火就应该体现在肝的特点上，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头目胀痛、口苦、急躁易怒、头花心的耳鸣耳聋，或者卧梦纷纭等等，就是火往上冲。肝火，肝气是升华的，肝气是上升的，肝主升华。那么肝火严重的时候，心火也是上炎，火都是上炎。那么肝火上炎，上炎到什么地方呢？眼睛，这是必然的。目赤肿痛，那是肝火上炎。或者是耳朵，因为肝的经络可以绕于头体侧面，所以头暗的耳听不着了，或者头花耳鸣，急躁易怒等等，像这样一些表现又有热红缩肝的特点的，我们认为是肝火上炎。肝火上炎。或者还有胁肋缩痛、吐血流血，病情表现复杂，表现复杂就是肝的症状、肝的病位啊、肝的范围啊，它复杂，它可以好多个方面反映出来，可能是这方面反映，可能在那个方面反映。脾湿少、腹胀、便溏，往往六个症状都存在。气胆滑腻、神疲没弱，它都存在。我们现在讲肝，你倒是哪几个症状啊？一定都存在啊，讲不清。我们一讲肺的病，总是咳嗽、气喘、卡痰，这是肺的病。一讲到心，就是心悸、心痛、失眠多梦，它的症状很单纯，就是那几个方面。那我们想肝的症状，你到底哪些地方体现呢？除哪一个胸胁、胀痛啊、脾痛这些症状以外，好多症状它很复杂，不是两个症状、三个症状开挂得了的。由于它关系到这些地方，所以胁胀、灼热、疼痛等等都是肝火。但是一定是有全身实热的特点，病情的主轴、就诊的原因是我肝所主管的这些部位上的症状。分析为什么会肝火的，可以是情之宜于化火，也可能是火热内经，也可能是其他脏腑的火热惊袭到了肝脏。火热之神上炎所出现各种症状，要比较一下肝火之神和心火亢盛。心火也是上炎的，肝火也是上炎的，心火也滋生，肝火滋生，到底什么情况下称为肝火，什么情况下称为心火？来说，一个是邪这个地方的疼痛、胀什么的，那是属于肝。头、目、耳朵，就是特别是眼睛或者是耳朵这个地方的症状为主要表现，我是目赤肿痛为主要为主受，或者是以这个胁痛为主受，以耳头花及耳聋耳鸣为主受，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归受于肝。魂楼急躁于楼归受于肝。那么其他的扰乱心神、洞穴、下移，它还可以出现小便的特许改变等等，这些情况归属于心。舌子上出现的舌子、口腔出现了疼痛、灼热，那是归属于心，没有说是肝火跑到口腔里面去，搞到舌子上面去的，这是一个人为的归属。实际上是一个全身的火热症候，只是症状表现在哪一个脏器所主管的位置上，
我就说是肝火或者是心火。辩证依据啊，实际上就是全身的火热症加上了肝所相关的这些部位上的症状为突出的，就是肝火之盛。肝火之盛症呢，我讲两个病例。一个病例是一个赤脚医生，这个赤脚医生呢，他本身是赤脚医生，但是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啊，就做了输精管结扎。他平常身体比较好的，做了输精管结扎以后啊，就觉得这个阴部啊，阴部这个地方烧灼睾丸，并且觉得是肿硬，确实是显得肿一点啊，硬。做了输精管结扎以后出现这个表现，并且有头痛胀，头痛头胀。他自己说这个头啊痛起来胀起来不得了，没办法，你要不用这个刀把这个头啊要劈破就好。他自己这样一种描述啊，他说痛啊胀得很厉害，睾丸肿胀灼热，睾丸这个地方啊阴部有灼热感，并且有烦躁失眠、口苦口苦这样的表现，面色稍微暗一点，枕膜膜旋缩。这个病人那按照我们这个部位上来说，应该明显的是归属于肝火之盛啊，肝经的火热症。为什么？一个它是影响到了这个睾丸阴部，肝经熬阴气，熬了阴气上颠顶，它头痛得很厉害，头痛得很厉害，并且烦躁失眠，那是口苦，这些都符合肝的病情的表现，因此是肝火之盛。我估计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有点思想包袱，输精管结扎呀、可能懂也懂一点，也不太懂，是不是把这个精气走单达或者什么问题啊？这些结扎，他可能就不太愿意结扎，就结扎以后老觉得结扎有问题，就是可能是情之其余就化火，出现这种情况，他自己说他要那个热天的时候，他要睡在露天地里就感到虚乎些，要睡在露天地里，不能睡在房子里面，是火的表现。当然他也没有发热，他这些表现是火的表现，又有肝的特点，因此就跟他用龙胆泻肝汤是好的。龙胆泻肝汤还有一个病人55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偏头痛，偏头痛，一边头痛得很厉害，头痛得很厉害啊！到县里面一去检查，检查说他是什么问题？青光眼。你这个眼镜要赶快要摘掉，你这个眼睛很快就会看不到了，会瞎掉。这个眼睛不把它拿掉，那边眼睛也会同样的会痛的，也会看不到的。那农民他不知道啊，就好吧，那有什么办法呢？按你们说，就把这个眼球就摘除了。摘除眼球，摘除以后头痛没解的问题还痛，并且发狂，烦躁又狂，还是头痛。你们说这个头眼睛摘打以后就好的，现在我还痛得很厉害，见到医生就骂，要和医生要拼命。他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我的手术很好啊，里面又没有炎症又没有感染啊，没有问题。好，不行，我就跑到长沙，到长沙来，又到人民医院一检查，你这眼睛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办法，只好回去了，他就是要找这个麻烦了。这就是你这个手续给我动坏了。那意思是我没有问题啊，我手续没有错啊，没有手续上有什么问题。结果就出现了，他说人呐、就要发狂，发狂。要整天就要狂呼大哭才感到虚乎，身上热，烦躁，不能睡觉，这样一些表现。两便大便小便都不通畅，膜旋缩，这样的表现。这个是在找我来看，我一跟他看的时候，这个病看的这些表现也是典型的肝火之盛，仍然是用龙胆泻肝汤，用龙胆泻肝汤，用龙胆泻肝汤加了一些这个重症的啊，
潜阳的啊这样的药加了，哎，吃了好像是五副还是几副药，头疼好了，烦躁啊什么东西都消退了，症状减轻了，大小便一通，龙胆泻肝汤里面既有通大便又有通小便的，两便一通，二便一通，症状减轻。症状减轻以后，他提个问题，他朱医生呢、啊？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找你来看病，我这眼睛是不是可以不挖掉啊？我的这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事后诸葛亮不好说。你当时我给你吃药就能够保证你的眼睛不挖掉，那我说不好说。反正我现在我们看来，中医看来是肝火，你的肝火太旺了，你一定要注意你这个精神情志因素，你不要急躁，你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像这种情况，它有。是肝火上炎所导致的，虽然挖掉了眼睛，肝火没有解决问题。第五个，肝阳上亢症。肝阳上亢症是阳亢于上，而阴亏于下的伤食下虚症。我强调的是阳亢于上，肝阳上亢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阳亢，由于它阳亢也可以导致阴虚，肝肾的阴液亏少，形成了一个上面实下面虚，就是水少阳亢，而水少阳亢阴虚阳亢这个矛盾里面，我现在强调的是阳亢，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个观点上的问题。原来的教材都是讲肝阳上亢是由于肝肾阴亏，阴亏以后阳亢，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啊？阴亏是主要问题吧，阴亏是原因，阳亢是后果，阴亏在先，阳亢在后，阴亏为主，阳亢为次，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看呢、啊、我们现在即把它叫做肝阳上亢症，应该就是强调是阳亢为主，不然你就应该叫肝肾阴虚症，肝肾阴虚阳亢症，你应该那样叫。我现在名称就是要的肝阳上亢症，因此应该强调的是阳亢为主。它的表现上，所以以什么表现呢？眩晕耳鸣，头目胀痛，急躁易怒，失眠多梦，面红目赤，头重脚轻，腰膝眩软，手色红少尽，脉弦有力，活弦稀疏，症状也复杂了。不像我们讲脾、讲回、讲心的症状那么，你应该可以推得出来呀、啊，是哪几个症状？他这个症状也表现得复杂，什么复杂呢？应该说他是以头目胀痛、急躁易怒这个症状为主要表现，头晕、头重、头目胀痛、急躁易怒是阳亢的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面红不赤，这都是阳亢嘛。头重脚轻，头上感到重，但是病人他可能不说，哎呀我头重脚轻，那可能病人他就只会描述，哎呀我就跟那个孙悟空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那么这个感觉也显然是个头重脚轻吧，是不是、啊、或者走路啊，这个脚踩下去就好像没踩实一样的，走在棉花上一样的，踩在棉花上一样的，什么问题会踩在棉花上？下面空虚，上面实，上面实。因此腰膝旋转是吃腰的，不要把它第一个症状就是腰膝旋软，耳鸣，腰膝旋软，你首先就把那个症状摆在前作为主诉了，那当然是阴虚了。我现在强调的是病人的主诉是头痛、头晕、头重、面红、目赤、急躁，强调就是这个实阳亢的这方面，强调就是这方面啊。注意临床表现上强调是这个重点，不要把那个阴虚的那个什么腰膝眩软呐、腰痛啊、耳鸣呐、你把那些症状一摆在头，或者把它摆在主要的位置上，其他的都是吃药的，那当然是阴虚阳亢了。注意这个问题，肝阳上亢啊，是肝本来就是生发，
它的本来就是一个刚脏，肝为刚脏，其肝性刚强，肝性升华，无异于，所以这种肝本身就出现阳亢，是它的一个自然特点，很容易出现肝阳本来就容易亢，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七余节，七余以后可以出现化火吧，可以出现阳亢吧，等各种原因导致了阳亢。这个阳亢就是作为功能上来说，肝的收邪功能是怎么样啊？收邪的太过，收邪的太过了。我们说肝气郁结是讲的收邪的不及，内部实，外面虚，都郁结在里面窝里兜，就不到外面去，那是肝气郁结吧？好，肝阳上亢是收邪的太多。什么收邪的太多啊？我们讲五个收邪，在里面最主要的表现为什么东西啊？气、血、气血都收邪出去，它该藏血它不藏，收邪的太多。气血上涌，气血上离，不是讲你胆汁收邪的太多了，胆汁收邪太多，那就出现口苦那些表现。当然，胆汁也可能收邪的太多了，是吧？主要是讲气血收邪的太多。升华台国，血腿齐身，都气血都往上冲上去了，所以出现了上实。上实以后，我们这个人肝阳上亢的人，他的气血就比其他的人多好多倍啊，多很多，不见得吧？一个人的气血总是那么多，那么他都收邪都往上了，自然他的下面他的内部就会少，是不是啊？都往上，都收邪出去了，因此内部下面的气血就相对少一些，因此形成一个上面实下面虚，外面实内部虚。我们讲肝气郁结是什么问题啊？内部实外部虚，都郁结在里面，就像窝里兜一样的，都在里面，那你先郁结在里一团麻解不开，但是外面没有得不到，是内部实外部虚。而肝阳上亢是外部实上部实下部虚，内部虚是本它的主要矛盾是收邪太过了，是用阳太过了，因此是阳亢为主要矛盾方面。由于收邪太过，气血上升，因此等等症状我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头目胀痛啊，为什么烦躁易怒啊，为什么要失眠多梦啊，等等都可以解释。气血往那里冲，那个地方在打仗，聚集了很多的部队，你说他能够安宁得了吗？安宁不了。因此比较一下肝火之盛和肝阳上亢有什么不完全一样。火热实症，肝火之盛邪实，它没有什么虚，要虚是什么东西虚啊？热身火热伤阴，是不是啊？可能是阴里的亏虚，筋里的亏虚。火肝火之盛一般跟疾并成胆，以热红缩肝为主要表现。肝阳上亢是阳亢了以后，阴里暗暗的上是上神下虚，气血我说下虚，就刚才讲的，并不是气血太多，而是都跑到上面去了，所以下面显得虚。阳亢为主，是正气的紊乱，用阳机能的失常。这个肝火之盛往往有邪气，有邪气，有取热火热之邪的精气，这个它没有外面的邪气，因此肝阳上亢的体温并不见得高。肝阳上亢的人他并不一定有热，而肝火上炎的人，肝火之盛的人一定会有热，有滑热，口渴很明显，他的热红缩肝明显。而这个是正气的紊乱，是用阳太过，上实下虚，要理解这个病理机制。相对来说他稍微缓慢一点，这个由这个其余到滑火，到阳亢以后引着气血上冲，这个过程比那个肝火症可能稍微缓一点，
时间也要长一点，这是肝阳上亢和肝火滋生，从它的病理机制上要注意加以区别，症状上应该也是有区别。肝火上炎、肝火滋生，一定有滑热口渴，这个热红所干的症状很明显。而肝阳上亢，虽然面色很红，但是不一定有明显的滑热啊。它重点表现为急躁易怒啊，头目胀痛啊，是这些表现，头重脚轻了、这样的表现。如果是肝阳上亢，如果是阴虚为主了，原来我们的教材都是讲肝阳上亢啊，是由于肝肾阴虚，由于肝肾阴虚呢，就是肝肾阴虚是本啊，是阴啊，是先啊，是主啊。如果这个病人到了肝肾阴虚的症状很明显，或者确实是阴虚在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强调是肝肾阴虚阳亢，就要把阴虚写在头，甚至可以不写阳亢，就是肝肾阴虚。对呀，我现在强调的是肝阳上亢，因此一定要头去阳亢的症状，病情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比那个肝肾阴虚应该是快一点，体质应该显得壮实一点，是面红无赤、黄燥易怒，这个头目胀痛、头重脚轻，我强调是这些症状上面的实，强调这个问题。好，肝气郁结和肝阳上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内实外虚，一个是外实内虚，啊，有这个不同啊，一个收邪不及，一个是收邪太过，如果要从情志因素上来说，肝气郁结可能受到的是那种阴性的情志刺激，抑郁性的阳，这个肝阳上亢多半可能受到的那是一种愤怒性的，带有刚强刺激性的那种情志刺激，这个应该从病理机制上应该加以区别啊。这个辩证依据我们讲那么多，应该可以讲到，可以知道了吧？药气渲染是次要的，放在后面，不是主受，不是最主要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是头晕、头目胀痛、面红不赤、烦躁易怒，是那些问题。第六个，肝红雷动症。肝红雷动症是讲的有动轰的那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动轰啊？震颤啊，抽搐啊，麻木啊，眩晕呢、头晕眼花，好像在动吧，等等，有这些动轰的症状。这些动轰的症状，因为肝属于木，所以把它归属于肝。居轰吊悬皆属于官，凡是有动轰症状归属于肝。肝轰内动，就这个原因，为什么出现这个轰，不是因为感受了外来的邪气，不是那个破伤风感润，不是因为轰邪引起了口阳恶邪，也不是因为什么过敏引起了瘙痒，不是因为外来的因素，而是内部的病变所导致的，所以叫做肝轰雷动症。实际上肝轰雷动症呢、这个轰动啊，它不是一个症状，是一类症状，就是说有眩啊、麻呀、昏啊、痒啊、抽啊、疹颤啊等等，有这一类的症状，一个病人可能不会全部出现，就是有这一类症状，我们把它叫做动轰。动轰是一个现象，应该说动轰是个现象，按道理说应该说是一个属于症状之类，但是它这一个是一种症状，一类症状。动轰是症状，是现象，是后果，要看到啊，是症状。动轰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动轰啊？麻木啊，疹颤啊，抽搐啊，是这症状，是一种现象，是一个后果。为什么会动轰的？就我们讲
为气上离，回气上离，那个气离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现象，一个病机，一个后果。为什么会上离啊？为气为什么会上离呢？可能因为寒啊热啊，有的可能比如说恶逆，它可能是因为吃了辣椒啊什么的，哎，一种受到什么刺激。为什么它要咳嗽啊？可能有痰啊，有东西。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动风啊？动风是一个后果，一个现象。为什么会来的？它还有它的原因。动风不是一个完整的症，就跟我们讲为气上离是一个完整的证明吗？为气上离只是讲这个为它的气机往上，没有讲它的病因病情，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属于什么性质的为气上离，没有讲。我们现在讲动风也是没有讲到什么原因呢引起来的动风呢，它不是外来的风，我就知道不是外来的风，是内部的风。那为什么会内部什么问题动风呢？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不是一个完整性的原因，它可以因为风阳火热阴血亏虚所导致，因此就要分了好多的关系了。这种动风和肝和母有关，所以把它归属于肝了。肝阳发横第一个症型，肝阳发横症，肝阳发横症就是前面讲的肝阳上亢症出现了动摇特点的症状。肝阳上亢症本身就有动摇的特点，已经那个肝阳上亢症已经就有了，有什么表现呢？头晕目眩，这是他的肝阳上亢一个主要表现吧。你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很多人他都讲他是以眩晕为主诉，哎，阳亢，在阳亢的基础上，急躁易怒、头目胀痛、面红目赤等等，在阳亢的基础上，他现在动风的症状很明显了。本来肝阳上亢，上面实，下面虚，那不就像有点像个不倒翁倒吗？是不是啊？上面多，下面小，上面很大，下面小，那就像一个不倒翁，就像那个那小孩玩的那个叫做陀螺吧，他本来应该说就有一点摇了，就有点动风了。现在如果是动风症状明显了，不是一般的这种上亢有一点点风的时候了，出现什么问题呢？头摇，甚至要走路都有点走不稳啦、啊，怕你跌倒啊，步履不稳啦、啊，肢体颤动啊，手指发麻呀，手脚发麻呀。之前我不是讲个国有一种说法，什么大拇指发麻，三年之内必有大风啊，是吧？这种发麻等等，讲话都有点讲不太清楚啊。有了这种动摇动的表现了，并且动摇的表现很明显了，那我是肝阳发风的，甚至是出现风阳暴动。风阳暴动就是严重的时候可以头眼大风斗之，台风，头眼挂起台风，头眼挂了龙卷风。什么问题啊？风浦口眼恶邪，半身不遂，色强瘀减，那他本来就是在肝阳上亢，龙卷风刮台风恐怕他都有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啊？估计都是在那种天气炎热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我想啊，刮龙卷风啊或刮台风啊都是在那种情况下出现，这都有一个阳亢的基础。那么他原来就有些阳亢的表现，头眼之间昏倒了，半身不遂，口眼恶邪，手足抽搐，色强瘀减，这就叫肝阳暴动，风阳暴动，这都属于肝阳发风。这个是一般的风，这个是叫的头眼的刮了大风，刮了龙卷风，就是肝阳受亢，阴意不足，阴不潜阳，因此出现了上实下虚这样的表现啊。气血呢喃于上，气血上冲天顶，把这个天顶的血管一冲破，就出现大风，出现这种表现。辨证依据，这个应该可以了吧？常见的就是眩晕啦、麻木疹颤啦、头目胀痛啊、面红目赤啊、急躁易怒那种表现。我头眼发生的风阳暴动，也是在有原来就有头目胀痛、头重脚轻、烦躁易怒那些症状的基础上，头眼出现了昏聩、歪斜不遂，这是属于肝阳发风。热气生风，
高热的情况下出现抽搐，实际上它是影响了神明。热极神昏抽搐表现应该表现为三个方面，所以一个是热极，第二个有神昏，第三个有抽搐。抽搐这种抽搐那不是什么震颤，也不是蠕动，也不是手动麻木，也不是头昏目眩，而是手足强制性的抽搐，脚弓反张，两目丧失。我们讲就到当时叫目睛为定，是吧？两目丧失等等这样的情况，牙关紧闭，热极，这个应该很常见，应该很容易理解啊。它的症候，由于热神了以后，神明被到了损伤，这个机制倒是比较难解释。说是热盛了以后耗上阴液，筋肝主筋嘛，抽搐认为是筋的问题，筋脉失养，那这个要多久时间呢？热盛以后把筋液耗上，阴液不足，阴液不足以后要这个筋络失养，筋络失养了以后才开始抽筋，那要多长一个时间呢？有很长一个病理过程呢。所以这个解释啊，它不太好解释啊，应该说主要就是因为神志昏迷，它不能够正常的来主管肢体的运动了。这个道理啊，它不太好解释，是说还说了筋膜，这个时候一下就把那个筋膜烧干了，它就抽筋了。按说那个烧肩烧干了，阴液不足了，筋脉失养了，它不会是强制性的，应该是蠕动啊，或者是震颤呢，它不会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大的力量肯定是实啊，实症呢，所以这个道理还不太好解释啊，不太好解释。临床症状是常见的，辨证应该是也很容易，不难。第三种类型，阴虚动风，阴液不足以后所出现的动风，阴虚则阳亢。阳亢以后虚热内生，虚风内动，会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表现有动风的表现，这个动风和前面讲的热极动风的表现和肝阳化风，特别是那个风阳暴动的表现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啊？它这种是手足震颤蠕动，什么蠕动啊？蠕动按道理说是讲那个蚯蚓，那就是典型的蚯蚓的动啊，它是蠕动那动，那我们这个手足蠕动是什么问题？是讲这个手足啊，张啊、活啊，动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有时这么动一下，没有这么力量，像这样的慢慢的这样的抽搐，那个抽搐就是很有劲的，手足都是聚集很有劲的，高弓反张，因此这个抽动风和那个热神的动风不一样，和那个肝阳薄亢、头昂、昏倒。半身不遂中风也不一样，它是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特点。当然活着有肢体抽筋那是比较少见，应该说主要是讲震颤蠕动麻木，有的出现瘙痒麻木这样的表现为主。头晕也是，眩晕当然也是一种中风的表现呢。另外就一定有阴虚症，是在阴虚症的基础上，阴虚在先，阴虚为基础出现了这样的动风的表现，所以是阴虚动风症啊。这个机制啊道理都很容易掌握了，这个你说他筋脉失养啊，筋膜难击啊，这可以解释，这是可以的啊。所以他一定多半是病久体弱，有阴虚内热的表现，又加上了这种动风的症状。这个动风的症状它有它的特点。第四个是血虚生风症，血虚了以后出现的动风症状，血虚生风症因为筋膜失养，血液不能够与养筋膜所出现了的动风症状。它这个动风症状有动风的表现，这个动风表现和那个阴虚的动风表现有相同的地方，比较近似。为什么？都是虚，一个就是阴虚，一个是血虚。前面那两个肝阳化风、热极动风都是实，阳和热它的性质是一类。现在阴
血的亏虚是因为，所以眩晕、肢体震颤、麻木，那么这个阴虚定义实际上也可以出现麻木的，是不是？肌肉运动，肌肉运动是什么意思啊？确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出现过没有，我自己是有体会，有时候自己感到那个肌肉在那里跳动，在那个肌肉在那里站呢，有时候肌肉在站，我就有自己有这种感觉，那个运动就是自己感到肌肉在那里颤动那种表现，不知道大家有过这个感觉没有啊？那就是叫做肌肉运动啊，或者皮肤瘙痒。那么血虚的原因可不可以出现皮肤瘙痒？可不可以出现肢体麻木呢？同样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些动轰的症状上，动轰的表现上，阴虚动轰或血虚动轰，这个动轰的表现没有本质的不一样。你这都打这些症状，你不要说哎呀，我那个虚上面直接写的阴虚就蠕动啊，那个血虚没有写蠕动啊，而是血虚写的是肌肉运动，那个阴虚就没有写个肌肉运动啊，实际上都可以出现的，不要直接的划分。不同的是在于，一个是属于血虚，一个属于阴虚。血虚的表现，阴虚表现，这容易掌握，这就是这个血虚动轰的表现。辨证依据啊，这个应该也容易掌握了。我们要鉴别一下四个动轰症的不一样，前面两个属于实症，属于阳热之类，后面两个属于虚症，阴血不足这一类。肝阳滑轰是以头目眩晕、头目胀痛、头重脚轻、烦躁易怒等等这些症状为头区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动轰的症状。头重脚轻、头晕眼花本身就是动轰的表现，是不是啊？如果出现了麻木啊，或甚至是晕倒、手肘、半身不遂、口眼恶斜，那就是肝阳发轰。热极动轰是在有热症的基础上，实热症的基础上出现了抽搐神昏。阴虚血虚的动轰都可以出现是震颤、麻木、蠕动、运动、头晕眼花这种症状，属于虚型的这种动轰。震颤、眩晕、麻木、瘙痒、蠕动、肌肉运动、手肘蠕动等等这些症状是相同的，动轰症状相同，不同的一个阴虚是色红，血虚是色白，并且这三个症都是色红，是不是啊？肝阳发红是面红不赤吧，头面是红吧，气血上涌吧，热症肯定是红吧，阴虚阳亢以后也是红吧，所以只有那个血虚的人就是面白，区别一下啊。实际上我们说动轰啊，除了肝的病肝轰雷动以外，严格说应该也脾虚也可以动轰，脾虚也可以动轰，但是受了那个熟文执政要大人里面讲的那一句话的仇薄，巨轰吊悬皆属于肝。如果他要加上一句也有收脾，我们经常不是有这种说话，慢惊轰慢脾轰，这个名称可能大家都注意到的，有慢脾轰，因为显然它有动轰这种病呢，病情慢，病位在脾，主要是由脾引起来的，也出现动轰啊。脾阳气虚，头奔不摇，古人是这样引的，头已经奔了，没有头了，物质基础不存在了，阳气亏虚了，出现了虚轰内动，不在那里摇动，那种情况有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有的小孩子这个缺钙，那当然是轻微的了，缺钙的小孩就容易出现抽搐吧，那缺钙应该说他是实还是什么，他既不是血虚也不属于阴虚，更不是肝阳肝火，那么缺钙营养吸收不好，像这样的问题他可容易出现的。
特别是那个病人病久了以后啊，这个脾胃功能呢、啊、小孩子、啊、到了极端亏虚的时候，全身像一种干积的表现，皮包骨很瘦，气血很虚弱，哎，他是有动风的表现呢、啊、手足愚动啊，哎，不是抽搐了，手足愚动啊，哎，枕颤啊，这种情况都有。那种慢惊风、慢皮风，还有呢，古代这个小儿科还叫做马皮风，不知道为什么叫马皮风，哎，这样的一些表现，啊，这是有这种情况的啊。第七个是寒滞肝脉症，寒邪侵袭到肝底经脉的部位，以实寒症，它是一个实寒症，因此具有头滑、病急、疼痛的剧烈等等这样的特点，是不是啊？实症、寒症特点，由于寒邪侵袭凝滞的经络所导致的，肝经的症候。什么肝经呢？肝经所循行的部位，我们特别强调是脑阴气过少乎不协热、上额焦颠，讲这几个症状吧。所以临床上出现了颠顶、少乎阴部阴气的嘴胀冷痛，冷痛，特别是冷痛，收受隐痛，痛得很厉害，连在一起，这个小肚子痛连到阴气，或者颠顶痛这种情况，还有小腿的短筋，这经常有的吧，那个运有运的时候出现，哎呀，突然这个脚抽筋了，或者晚上这个被子啊脚啊凉了，没有盖被子啊，哎呀半夜醒了，哎呦脚痛得很厉害。因此它有什么特点？痛得很厉害，头滑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是肝经所循行的部位，因此叫做寒滞肝脉、寒凝肝脉、寒凝肝经，这样的话有实寒的特点，头滑、冷痛、剧痛，痛得很严重，怕冷，舌淡面白，脂凉，脉沉紧，脉弦紧，强调的是紧，不是虚症，是实症，是头滑的，疼痛特别剧烈，比如说这个神绞痛，这个尿，这个虚神脏有个石头，可能一他都有的石头小的时候垂着尿，它就可以冲下来，一下在这个蓄尿管上面，蓄尿管下面，这下面是膀胱，有个蓄尿管，上面有个肾脏，从肾脏跑下来，一下在这个蓄尿管上面卡住了，痛得非常厉害。这个痛，蓄尿管在什么地方啊？在我们的两边，腹部的两边，相当于什么部位啊？少腹，是不是啊？少腹痛，它这个蓄尿管伸脚痛啊，它就沿着这个蓄尿管这个往下，就连接到阴部，连到阴部，所以少腹痛连到阴气，那中医就认为是肝的经络是熬阴气过少腹，那是典型的。当然它剧烈疼痛、脚痛，是吧？这个头滑，体质还不是很虚弱，这都是相同的啊。但是是不是寒滞肝脉？你像这种，蓄尿管结石，像这种情况的话，伸脚痛，但它有没有寒冷的表现呢？这种病人很可能他都是痛起来痛得很厉害的时候，有确实手脚都是发凉啊，脸色都发青的、发白呀、啊，脸色发青、发白，手脚都是冰凉的，你说那不是寒滞是什么东西啊？寒滞肝脉。在我看到一个，我那时候住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同楼那是共同大通道的时候那种房子，我们一个老医生姓陈，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个老医生呢，半夜起来上厕所，不知道是拉肚子还是什么东西，只是到了半夜以后一两点钟的时候，听到那厕所里面有个人哼哼叫叫，哎呀不得了，疼得要那个。哎呀，这谁呀？我们赶快起来一看，正陈老医生呢，在那个厕所里面，就肚子痛，并且他自己说是一种收阴痛，那阴气都感到往里面受，痛得很厉害，脚痛，痛得很厉害。
一看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冬天的穿了一件单衣上厕所，可就这个寒邪可能一下头暗腹部绞痛，那也不是肾绞痛，不是什么输尿管结石，他可能就是受了那些寒，在厕所里面上厕所一下头暗绞痛。那什么问题啊？他的这个部位他自己说是熟阴症，老医生他说自己熟阴症，他说自己觉得阴气啊往里面收缩，小肚子痛得特别厉害，手脚凉的，是不是啊？寒冷的冬天只穿了一件单衣，赶快把他放在床上，跟他生很多的火，用热敷把火灌，这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这就是寒之干白啊。或者有的是颠顶痛，有的表现为颠顶痛啊，像这种情况啊，或者是呕吐微脘痛啊，这样的地方啊，胁痛变得微脘痛呕吐，这种机制因为寒凝气滞，寒则甚至气悲，寒性收引所导致的啊。比较一下寒滞胃肠或寒滞肝白，我们还没讲寒滞胃肠，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问题啊，寒滞胃肠在后面讲了。就是如果肠胃在胃肠里面，它也可以出现肚子痛吧，是吧？也就寒吧，是相同的，但是它的是以呼邪为主要表现，这一个是以头发性的在这个循干净的部位为主要表现啊，区别没讲我们就不讲了。肝的病变我们小结一下，我们虽然只讲了七个症里面，实际上肝火内动里面就包括四个，是不是啊？实际上还有肝胆湿热啊，很常见的一个症没有讲，放到肝胆湿热放到火病里面去讲了，它的范围很复杂嘞。我们讲了好多方面，收邪就有五个方面的收邪，还有藏穴啊、筋啊、木啊、肝经所过部位啊等等的病变，它的症状也显得复杂啊。主要表现为一个是有情志方面，特别是以肌超阴柔或情志抑郁这两种情志为主要表现。肝经的部位的症状，动轰的症状，眼睛的症状，月经的症状，经常是和肝有关系的。它的症状特点，肝病最杂，病情很复杂，范围很广。为什么说肝的病情复杂？肝的病变的范围很广很烂，肝气郁结的变化症很多，由肝气郁结可以导致很多的症候出现，可以犯脾犯胃，可以肝气上离，肝阳上亢，肝郁化火，是吧？可以气滞血瘀等等。肝火症状很杂，肝红的原因起码有四个，寒滞的部位可以是少腹、阴气、羽黄、颠顶部位多，所以肝的症状啊杂。我们肝病讲了两个小时，肝病是比较难讲的，比较难理解的，不是你给我记住牢牢记住这四个字六个字就记住了，肝病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王秀高啊，研究肝病最研究的好的是哪个医生呢？是王秀高。研究脾病是什么哪一个医生呢？是李东垣。研究神病最好的是张景觉。所以我们把王秀高他怎么说啊？他说肝气、肝轰、肝火三者同去一名，其中他可以就有肝气一郁吧，肝气郁结，肝阳一亢，肝轰一动，肝火一亢，不是讲的有肝气、肝火、肝轰、肝阳吧？它可以陈脾、五脾、陈胃，冲心换回，邪寒邪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请大家把这句话写上：肝病最杂而字化最多，肝病最复杂，治疗的方法也最多，什么收肝呐、理肝呐、调肝呐、揉肝呐、斜肝呐、清肝呐、什么滑肝呐，肝的那个肝呐，治疗肝的那话，好像是19个吧，我记得好像是19个，什么收肝，那是一个吧，什么清肝，
龙胆泻肝汤，泻肝是不是啊？还有滑肝，还有补肝，那么滋肝，柔肝，滋阴就是柔肝啊，等等，好像有19个肝，所以肝病最杂而自化最多。柳州医话又讲，肝病犹龙，变化莫测。这个变肝病的变化也很复杂，像龙一样的，龙啊，变化莫测的这种表现。魏玉皇又说，肝为万病之则，当然说的太过分了，一万种病都是由它引起来的，但也说的太过分了。就反正肝病是很复杂的，很复杂。所以我们讲肝病呢，同学要掌握变肝病呢，不是那么我告诉你几个字啊，掌握就掌握了，不容易掌握。肝病实症多，实症多有些什么事呢？有肝气郁结、肝火滋生、肝阳上亢、肝风内动、寒滞肝膜，还有肝经的湿热，是不是啊？还有肝血瘀阻，铁马有七个，风火起火、风阳寒湿瘀，七个实症多，虚症相对来少。这个少，一个是症型少，前面讲起火、风阳寒湿瘀就七个，起码有七个。那么虚症呢，这一个肝阴虚，一个肝血虚，这两个症型少。实际上临床的病人肝的病辨证来说，也是实症的病人多呀，虚症的病人少。虚症的症型少，病人少。有没有肝阳虚和肝气虚的问题？这是个有争论性的问题啊。实际上古代有很多书上都讲到了肝气肝阳的问题，肝气虚、肝阳虚，但是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习惯上不提肝气虚、肝阳虚，实际上也是有的啊。热症多见，寒症少见。热症多见，偏热的很多，肝空、肝阳、肝火、湿热都是偏热。寒只有一个寒字肝膜，虚寒又没有阳虚，没有虚寒，只有个实寒的寒字肝膜，所以实症多，寒症少。它的特点是肝气郁郁，肝阳一亢，肝阴肝血一虚，肝风一动。好，肝的病变我们讲这一些，休息。